款商品它可以正反两穿，它的造型这一次是做交叉给大家，非常美哦。它是非常好的薄的柔棉哦，它长度就是正常衣长，正常冬天可以穿的长度。如果你想要身形好一点，它质量很好，而且弹度很大。看，一样是弹度很大，它是有一点那种休闲棉的感觉，然后质感非常好，可以这样子穿的，也可以拉一字领。像我个人呢，我就会把这拉成一字领，它就非常漂亮，也不会掉下来啊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叉叉，再搭上皮外套，我跟你讲根本就绝美啊。好，灰色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每个颜色都很好看，而且它的弹度可以到这么大，接近韩国棉的感觉，所以大家收到的话可以触感一下。灰色是不是也很美，你看它的造型多漂亮，性感女神风，然后它都还有空间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调整一下哦。好，叉叉在前面，它也不会一直掉，你可以穿这样子也可以穿这样子，你要折起来也可以。灰色就是感觉比较特别，然后秋冬可以搭一些驼色啊皮外啊，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最能显出它的感觉的颜色其实是黑色，你们会觉得黑色最美。然后你上班可以穿这样，其实有的上班是 OK 的，不会太露，然后下班可以这样拉，这样超美的。而且它不会曝光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布料不会一直这样子掉下来，非常非常好看。